台湾话艺术水够好，国精解说两句话，予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观众朋友，今仔日正今仔日，就是咱新历的大暑。历史这块内底大暑拄好新历七月二三，无就七月二四。所以国精今仔日六月暑天，甲你讲俗语，历史这块照整理。一句俗语话讲：大暑呐，热无头，大水风太高。意思就是讲。本来大暑这段时间就是特别热的。讲到这，比如你头拄仔听国政啊讲一句讲，大暑拢固定新历七月二三、二四哦。过去历史这块敢毋是照旧历咧行？无影，你若认真去甲对，真正对新历固定迄个前后，拢差一两天伫咧抽屉尔。所以历史这块过去咧制定，就是对太阳、对日头咧行的时阵，落去运转的，实在是对新历。啊，有影六月暑天，遮尼热，热无头。过去俗语话，咱遮个先民就甲咱提醒讲，都爱学热好头哦。你若热无头，大水风台会到。过来，愈来愈热，即站个过程，原来有一句俗语话，按四月讲起。四月二四节气是孟正，四月孟正雨，到到五月雨啊，搁咧落，讲五月无大土。过来到六月，吼、哦，有影就热，六月火烧波。啊，即落天大，即落型诶，包含讲五谷啦、菜色啦，嘛是一项一项都爱食热天钓食诶。尤其水分，你都要加补充呢。国政爱真甲你关心。讲到六月火烧波，讲到六月菜色，咱阁想到一句俗语话：过去人讲挂菜叫做当年菜，因为十二月挂菜食起来都有迄个心。啊，毋过六月挂菜外口看起嘛烧香呢，毋则人一句话讲。六月挂菜皆有心，有影咧，热人蒸出来的挂菜，内底都无迄个菜心。啊，这咧比平啥？这咧表示啥？咧表示讲，世间也有真侪人是嘴吞皮啊，甲你烧棺材，无影有心啦。观众朋友讲到这，你可能会想甲讲，啊，世间真侪无公平的代志。过去真侪俗语话，那毋是讲最恶最毒，徛马啊落空，无得讲好心好行无啥通穿。那不是讲歹人地王无，好人倒咧恶；那不是讲恶人地势无，好人涂骹恶。这个话吼，拢让人听到感觉讲，敢讲世间无真理，敢讲世间无公道。事实啊，国政原来用一条四句人来甲你参考：，劝人万行得做好，世间暂时来佚佗，最好最歹拢有报。天理昭昭，唔是无。我也相信讲，真侪受委屈的人，照天理咧行，实实在在落去做人，一定有一天会当得到公道，才有影。